你们好，我叫 Tim Grant。昨天我跟我的北京的朋友，我的北京朋友，昨天我跟我的北京的朋友一起买东西，因为他要回去中国，所以他让我开车送他去一个商店买东西。我们一起买东，他买东西的时候，我陪他买东西，因为我没有钱。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两个搞笑的故事。他有衣服，他问这个服务员，他说：“请问一下，这部衣服会保护我的皮肤这个太阳，会吗？”这个服务员他说英文，当然。因为这个服务员，我们在美国，这个服务员当然只会说英文，所以他说英文。这个服务员会说，应该是的。我觉得所有的衣服会保护你太阳。我，对不起，我不太懂你的问题。我的朋友继续问他：“但是这个 UV，这是 UV protection 吗？”这个服务员：“我会找到，哒哒哒哒哒，找到了，没有特别的，说 UV，就是他告诉他，这样，这个特别的，特别的。”然后我的朋友：“但是没有保护太阳吗？”这个服务员继续说：“我觉得所有的衣服会保护你太阳。”然后我告诉我的北京的朋友，我说：“你知道他完全听不懂你的问题吗？因为美国人，我们真的不在乎保护。”太阳，他完全听不懂我所有的美国人，我们真的不懂你。你穿更多的衣服保护太阳吗？这是真的很奇怪，我们的看法。如果这个太阳。来了，我应该没穿衣服，因为，好热，所以我没穿衣服。这样，我们真的不在乎。我应该保护这个太阳，我们用 sunscreen，就是，这样。OK，然后第二个搞笑的故事是。他真的经常问我，好多服务员，很多的问题。他出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。”然后问他们好多的问题。这是不是美国的文化？我们。只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，怎么改变这个问题？一个例子是，如果我寻找这个问题的怎么改变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会请问一下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再见，然后结束，但是。我的北京的朋友，他，我有一个问题你可以帮助我吗？好，这个你有更好的号，我是一个不知道13号，你有13号吗？我觉得，哇，真的奇怪，因为我期待，如果我说这样，
我期待这个服务员会答我说，你自己帮助你自己。但是他们真的很好，他们说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可以帮助你。哇，OK，我真的期待他们会说，你会自己做的，你不需要我帮助你。但是他们继续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会帮助你啊。好的，非常谢谢看我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，你可以订阅我的节目。我每个星期都有2个中国话的视频。你也可以加我的 Facebook。如果你在大陆，你不可以用 Facebook，你可以加我的微博，但是 Facebook 是更好的。好的，我叫 Tim Green。哦，我应该告诉你们另一个文化的差不多，美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不一样。我们在餐厅的时候，我的中国的朋友，他们一直嘿嘿嘿，请问，真的大声，我又有问题啊，请帮助我。他们做这样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，我就是，因为在美国，我们。这样不是，嘿嘿嘿，不知道，就是我觉得在中国，如果你很害羞，他们不会，帮助你，因为好多人。但是在美国，OK，当然美国也有很大的城市，但是在俄勒冈。没有很大的城市，所以我们会很，不是还小，但是就是不知道，就是我们的文化。好的，再见。